Hello，我是 Kai，欢迎回来 Minecraft 林中生活再生第19集。今天一开始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蜂房啊，哈哈，已经有了这个蜜糖。刚才我 check 的时候没有这样多了，不过现在呢就应该是多了吧？啊，是啊，可以拿，而且有一点不同的哦，一些叫 Westcom， 一些叫 Honeycom。我先收起来吧，之后再看到底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。今天呢，我没有打算在家里做东西，而是出去外面冒险，也就是之前有去过的地方，不过要再远一点吧。这一带我应该是没有来过的，虽然它也是柳树，不过这里的山平平这样的四四方方，上面有什么不懂 ？Gooseberry 是什么呢？有一段日子没有去收集这些，就是果子。来吧，黄色的我这次是，哦，也是一种莓来的应该 ，berry。哦，这里的叶子啊，颜色非常特别。哦 ，sakura 吗？我终于找到，sakura。Orange autumn leaf， 有一点不同哎。这个是应该是橙色吧？哇，这里的树很漂亮啊，哇，很美啊，五颜六色 ，pink cherry leaf，yellow autumn， 黄色秋天，这个又另外一种吧，确实有几种树在这个周围，那现在我在高处看下去，就是差不多我就是在中间点了。这里是绿色的树，然后这里是那些枫的树，这里是那个樱花树。前面这个好像有点特别哦，什么来的？哎，好像有建筑的东西，我们去看一下，是这里吗？来看一下到底什么鬼来的？哎，这样不了吗？哦，这个树很特别哦 ，Cypress Log 哦。名字不一样，我到底它会怎样的？哦，这个叶子也特别的名字哦 ，Asimus leaf 哦，它模组不同哎，这个是 ancient trees， 就是好像古代的树这样哎。等一下，清一清这些草一下，看一下到底怎样的。其实我破坏了会怎样呢？哈哈。有些东西其实要保留着会比较好啦，这个我就不懂要不要，我是想拿它树苗的，如果可以的话就啊，有啊 Sera 树 Sapling， 哇，那名字这样鬼，每一颗名都不一样的。下面会有什么特别东西啊？这边会不会呢？它应该只是一颗就是比较特别的树吧，没有说有什么隐藏的建筑在下面，不过是不错的开始。我认为我再往西边走吧，这一边不知道会去到什么呢。现在我来到这边有一堆水了，它应该是一个湖还是什么啊，在深层这走前去看一下，这一些绿色地带都很像之前看过的了。这里也是红木森林吗？这样多的吗？哇哦，有个很特别的树下，走前去看一下。呼呼，什么鬼来的？这也是 Tryon， 没有看过哎，到底是什么 block？ 这样的方块都有，打一打看啊，很特别。Brick futuristic 就是好像，它意思是未来。check 一 check 看到底什么鬼来的 ，Tryon T Y R I A N， OK， 怎样做的？哦，也是沼泽，这个嘞，哦，石头加这个铁，我们上去了又，哈哈，再上去看一下，到底这个是什么来的？他这里写这个名叫 Genax 啊，也是一种。新奇的方块哦，原来不是树来的，它是一种好像标志建筑物啊。这样做怎么会有一棵树在这里呢？
哦，有东西的，你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样我要怎样进啊？这边，我看一下这样可以不可以进啊？哦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！哦哦哦，还有那个楼梯，哇，什么鬼啊？这些有马鞍哦，然后有这个 this，这个呢，Nintech，OK，this，有一种树哦，哦哦，古树也是，先拿一拿这些东西吧。我们下去一下，哇哇哇，什么来的？火把拿出来，嘿嘿，刚才忘记拿。再下，哦，哦，哦，有门的，我奇怪，刚才没有留意这里。哇，这个建筑，哈哈，没有想到，就是刚才发现那棵树之后，就找到真正的奇特建筑一个。嗯，这棵东西又叫什么嘞？它有一点像红树里面的假树，不过又黑色的。我要给它一个名字了，因为要标记起来，就叫它黑塔咯。我觉得，哈哈，黑塔 （Black Tower） 也比较好记了。这样，Chestnut 应该是没有拿过吧？这样的东西，这一带有什么不懂？不过哦哟，哇，这样的火的下面，岩浆很多。然后我看到这条东西，哇，很鬼漂亮啊！而且还要这样搞，我爬到了这个最高的地方。不过这里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了，这个应该是 bug 来的，哈，那个光影的东西。我们往北部走，看一下，就是刚才这个黑塔的上面。哇，这里一大片都是海诶！我这样游啊，其实是游回刚才那个樱花的地方。那前面就是了，朱基尼这个农州我没有拿过。我现在呢，开始往另外一个未知的方向走，这就是南部。这里是有点接近我们家了，哈，刚才不知不觉就走到这一带，走下去嘞。不懂是什么环境生态了，这里这样鬼难走了，好像很多湖这样。哎呀，shit，吓到我那个什么 Enderman。嗯，好像有 village，有村了。哇，有东西，有东西，那个好像蘑菇树这样啊。OK，接近了，接近了，生成着 mushroom。其实我能不能打嘞？附近好像还有的。蘑菇树很多啊，这边，吼吼，已经到了。他一明白了吗？到底他们家怎样进了？我看来看去都没有看到有门的，简直就是没有路啊！他们飞刀，好的，我已经进来了，什么鬼来的那个？这是什么来的？牛来了。哦，蘑菇牛啊，这么有这样的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村民。还要 soybean 就可以换 emerald，soybean 我是有啊，哦，要肉，好像不错一下哦，哇，跌下去会被死哦，顶了。另外一个这是什么来的？clay button stamp 不知什么，mushroom 啊，竟然有这样的牛肉，好味啊！这个的话要 corn 一束束，哦，这里还有，蛮多一下，哇。绿宝石换肉都有的咩？garlic 换这个 OK 啊。其实这种蘑菇我拿了会什么？哦，所以是直接拿到蘑菇而不是木块，而且打它也没有东西。哼哼，在地图也是显示了啦。你看这样的样子，这个是什么鬼嘞？嗯，岩浆来的，哈，我又看到有点像，只是不确定。我来到这一带应该是黑木森林啊，非常的黑啊！你看，地上都是黑色的。过了黑木，结果这里是什么？薰衣草吗？这个 lavender 非常多，嚯嚯，就是很衬这里了，因为它也是紫色的树。哇哇哇，什么鬼来了？哦，lizard 的蜥蜴啊，哈哈。竟然在这里看到，不过它不会攻击人啊，好惨！好像有什么鬼在下面这样哦。哦，这里的树木什么来着？
哇，这个你很难搞啊！这种叫什么 quicksand，它好像那个沼泽这样啊。哇，又有新的树了，哈哈，很多树啊这一集。这个是应该是好像叫什么嘞？油棕树这样。Acacia wood，啊，又另外一种，哼，橙色的哦，蛮漂亮的。哇，什么来的？这么有鱼？鱼还有这么在沙上面的，哇，很 Q 啊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死掉了是吗？这里也有一些不懂什么来的这个，哇，是人鱼来的哦，这么会在这个水上面的他们，啊也是要死，也是死，全部上来了的关系，觉得这样这个水不是有点危险哦？哈哈，我不敢下去了这样，连这个瀑布这样的东西。都这样整齐的这边，有可能上到去吗？我们来上去一下看一下，哇，好长啊，顶不顺了，快点快点，顶不顺了。OK，差一点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哎，给我上去，哎。OK，差点就死。哎呀，damn it！我好像来到另外一个地方了。其实我是想找回我的那个 bag 的。不过这里是沙漠的村，然后因为我的地图掉了，完全没有记录，我不懂要怎样去回那边。这里你看，很多个这样的东西，看来要走另外一个方向。我回到来了这个村庄，从这里的话，应该看回我的影片就知道到底刚才的方向在哪里。找回了我的坟墓。顶他的肺！终于搞定拿完东西，也早上了。现在继续走一走前面，真的是好奇心，又再一次的害死猫。哼，尤其是这山的地方，我真的是，哇，很怕嘞。哼，惧高症啊，跌下去真的是死。这次我，哼哼，依靠挖土的那个方式上来，看一下最后一样东西到底是什么。哈哈，应该是没有东西了，只是外形来说非常的特别了。从下面来看的话，这些是什么农作物呢？为什么它会有说它的成长度是多少巴仙这样的？Candelia，Candelia，诶，这个是东西物质啊，是吗？雾来的这个，它写着。那个马歪哦，看一下，有东西了吗？里面是空的吗？等一下啊，好像一个，诶，哦，会不会好像以前我找到那个地方的，说什么有陷阱这样的？哎呦，糟糕，这里要怎样的？是不是拆掉中间了？没有想到，在这个时刻，我竟然会发现这个建筑物啊！好了，今天先到这里了。我要 check 一下到底下面是要怎样下去。我记得是有什么会爆炸的东西，是吗？哈哈，好的，应该我下一集还是会继续的去冒险，找一些东西这样的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欢迎你按个赞，subscribe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各位。